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法月组联赛巨星对狂牛队嘅蔡正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着住红衫嘅巨星啦，而蓝衫就系狂牛队啊。又见到狂牛队嘅攻势，睇定传入禁区里面，加德豪谂住 set 埋中间嘅时候咧，就过唔到巨星门将啦，将个波接实。之后继续见到都系球队嘅推进，今次有对手埋嚟逼啦，但系加速照压入禁区里面再射，就俾巨星门将咧单手将个波打出底线啦。呢边弹后翻，继续都系蓝衫波，有对手埋嚟逼，连过两关，队友个波劈一劈啦，让条路俾佢再射埋去，又俾巨星门将将个波挡出去啊！呢边隔外球嚟自狂牛队嘅，抌咗入嚟，加得一脚传埋中间嗰度，李居远射埋去，又系巨星门将飞扑将个波挡走。咁啊，上半场双方0-0啦。咁啊，值得一提都系巨星门将噶啦，佢咧就真系挡咗好多个波，得以维持比数喺零失球嗰度啊！睇下半场发展如何啦，呢度中路推进，攞到个空位，右脚射，又系俾门将叉咗一脚，将个波叉走。咁啊，狂牛队攻势就不断噶啦，可以话系咧都占据晒全个精华嘅画面咁滞啊！呢度连挡两下之后，再回身将个波接实，又系嚟自巨星门将发挥。虽然精华都是嚟自狂牛队的攻门，但是好像比较出彩的都仲是巨星的门将，打得相当好啊！暂时比数仲是0-0，因为回后啲一记冷箭试试佢啦。今次弹角争紧少少运气啊，狂牛队未能够打开到纪录。呢边后脚踩埋去，又俾对手拍甩咗，继续都是狂牛队的攻势。呢边吸翻埋左脚位置，再背翻埋右边，一射埋去，又是对面门将踩咗个波。右路传埋中间，加多一脚嚟到小禁区位置，今次通咗对面门将坑渠，但系仲有巨星嘅防守球员嚟将个波送走啊！继续见到都系狂牛队一路揿住对手嚟攻噶啦，呢边李居远射，终于射破对面十指关啊！狂牛队打开纪录，领先1-0，入波嘅咧就系刘湛豪啊！攻了超過半段精華噶啦，終於有球入波出現啦！咁啊，相信呢球波意義都相當重大啊！領先咗對手一球之後咧，繼續得勢不要人，繼續攻嘅嚟自狂牛隊，傳入去，今次通埋對面門將坑渠，射到2-0。入完一球之後，果然成隊波順曬啊！今次建功嘅咧就係劉偉琪，希望我冇譯錯佢嘅名嘅讀音啊！咁啊，呢度通埋對面巨星門將嘅坑渠，為狂牛隊領先到2-0。呢邊傳出嚟，回翻俾門將，有啲失誤啊！攞翻大位再射埋去，好在回身擋翻走嘅波。呢边继续都是狂牛队攻势，吸埋中间，困翻出嚟，呢、这个门将遮住咗，睇唔到，俾球证遮住咗，系啦。咁啊，最后见到咧就系喺大概小禁区顶嘅位置啦。狂牛队射到3-0，入波嘅咧就系廖浩云，呢球波其实都系引球推进入到对面禁区噶啦。咁第一个射咧就俾对面挡翻出嚟啦，之后再射咧就救唔到啦。狂牛队领先到3-0。咁啊，去到比賽末段啦，咁啊都係 hea 下時間噶啦，見到，咁啊接埋實個波，我諗球證都好快吹啊，冇錯啦，個波抌翻出嚟之後，球證都吹完場啦，最後狂牛隊贏3-0。